手游天尊 Square Enix 公布了《勇者斗恶龙》的最新手机游戏作品《勇者斗恶龙 Walk》。游戏将结合真实地图以及场景，玩家将能够在现实中成为勇者，到处打怪寻宝，还能够和其他玩家共组一支坚强的小队，施展帅气的技能，击败地图上的 BOSS。另外，玩家还能够在地图上设立一个自家据点，成立自己的勇者小屋。每天回家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冒险记录和步数，有空的话还能够去别人家串串门子，不只能够欣赏精心布置的屋子，还有机会在屋里收获道具奖励哦。喜爱勇者斗恶龙的玩家们，现在是不是找到出门走走的动力了呢？等到游戏正式上线后，让我们一起出门打怪夺宝吧。